前面一个士兵啊，他看着我抽卡，来吧，这里抽好了，没办法了，在这里抽好了。诶，我先去换一点石头好。这多换的已经换完了，那这个这里可以买多一个。北斗，我要换北斗，我应该不用换北斗。换完这水晶。啊，换完这个水晶，就有129。换，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穷人了，现在我已经很穷了，130抽啊，不要啦，可以不要嘛，可以一下子抽到没有？不想太用太多，好吧，后面这三只。后面这三只我是真心不想要的，甚至后面这三只我是没有很想要。我最想要还是这个萧公啊。哎呀，萧公啊，萧公。还有这个武器啊，哎，萧公啊，萧公。首先来抽，首先来第一个十连的萧公吧。好了，做好准备了，开始吧。出来了，出货，出货。出货！哎呀，第一个飞啊，飞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不要那只，这四星不要来，四星你们不要来，四星你们不要来。哎，许愿信息，喂，不是吧？刚是怎样？但是抽十抽免费，然后甚至神里的那个没有抽。好了，继续第二十连，去走你来了有没有？哎呀，困难，这好困难，不要这样了。哎，不要，我不要信言，信言我没有。信眼我好像没有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地理位置不好吧？这30，我不想换太多，因为之后九月他还是会出那个谁的，九月他还是会出那个雷电将军的，没办法啊，来吧，萧公啊，萧公很可爱啊，没办法，很想要萧公啊，第30抽，来吧，萧公。萧公，哎嘿，哎呦，这个就坏了，那个多少？第四十，40抽，萧公，穷啊！哎，第五十抽，萧公！啊！哎呦，全部紫色是闹哪样？哎，走开！不要，你应该再出现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萧空，60了，来了，没有来，哎，搞事情啊 ，Hello。哇，
七十八十，八没有八十，五十，五十六十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多少。小更，小更，来了来了来，哎，OK OK， 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满足了我，已经满足了，我已经满足了，可以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 ？OK， 还剩60抽，就留给下次的那个谁吧，留给下次的那个，那个叫谁？留给下次的雷神的那个卡池吧。